是第一批被感染的。然后那个时候我没有专门的系统的治疗方法，反正我们当时住院也是反反复复嘛，就一直发烧呀，或者是有胃肠道的反应，包括后来胸闷啊、气短、呼吸困难这种都有，但是前期就没有好的治疗跟这种措施的跟上，所以我们第一批很惨的。我在汉口医院那两天就躺在床上掉眼泪，就一直反反复复，根本就不能自己控制自己的。因为刚开始过去的时候只是说我有发烧有其他症状，但我在汉口医院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吸氧的设备，然后我就缺氧，缺氧之后就会胸闷，就是这样就一直这样喘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当时隔壁病房两个医生他们就在那写遗书，你知道吗？很夸张，在那里写遗书。然后我当时就给我很多好朋友打电话，就感觉自己完了完了，会不会从这个医院出不去了，超级夸张的。原来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同样也会无助和绝望，但他仍然选择坚强，把悲伤留给自己，将温暖世界。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的萨日朗，一梦到天涯，遍地是花香。流浪的人儿啊，心上有了他，千里万里也会回。我还不简单些的吧，每天都是招呼招呼的全体面面的，我真的很感谢我们，我们也很感谢你们能配合我们的工作。现在在疫情的时候，其实大家都应该相互理解嘛，是不是？钻到床底下去捡假牙的，这也算呀。不要不要不要哭，不要哭，这里没有纸，真的不要哭，不要哭，真的不要哭啊，真的不要哭，叔叔，你要好好的啊。我教他们跳舞呀。你喜欢跳舞吗？你学了多久跳舞？我是自学的。没什么的，我们都在啊，只是我们可能要退到后面去了，也不知道能看不看得到你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都是回不了家的人。开始。记住了，大才艺。病房里他们无所不能，防护服下又各自精彩，回不了家的人相拥取暖。巴士不累，巴士巴士不累。我们这些人能够遇在一起其实真的很幸运，就是大家每天有怎么说呢，这个世界上每天有50多亿人都在错过，但是我们来自不同的科室，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我们聚在这里，聚在 FACE 医科，既是一团火，但是满天星。 FACE 医科加油，战役必胜。无论是一团火亦或是满天星，他们都是最美的人。在当下，在疫情的时候，你这个样子可能不好看啊，所以当时大家看就是好多人看到自己特别漂亮的照片，可能现在记录的这个样子不好看，但其实以后想起来其实自己最好看的时候。全国超过400万名注册护士，他们都叫白衣天使，但他们有着千万种模样，值得被记录。这团火焰温暖冬日，这片繁星点亮夜空。